姓林的牛殴打后公子，如今又戏弄官差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回去向府尹大人禀报，今日便将林三投入大牢。陶小姐，能否容我说句话？你今日一无公文，二无铁证，当街要抓林三，这是将我置于何地，将我们萧家置于何地啊？陶小姐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衙门，若你今日不给我个交代，我便到府尹总督大人面前去，求他们还我公道。玉若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就拜托你收手吧，要是再这样，我亲自去衙门击鼓鸣冤。林三，你也把他放下吧。哦，下去吧你。陶小姐，往后请你自重。玉若姐姐，对不起，收队吧。大小姐，刚才谢我就道个谢，你别害羞啊。谁害羞了？哇，终于到了。就到了。哇，杭州城，我们来了。大晚上的还这么繁华，真不愧是杭州城啊。那个人是魏大叔。哎，三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客官有何吩咐啊？店家，刚刚座位上那个人呢？人？这边座位今天没人呢。怎么会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这么莽撞。好像看见魏大叔了。大小姐知道这个人吗？魏大叔？当然了，他是我祖父挚友的门下，在萧家待过好些年头呢。什么？魏大叔这么厉害的吗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林婉容。回禀主子，正是此人。大小姐，你可算来了。张嬷嬷，林三快来，这是我小时候的乳母张嬷嬷。张嬷嬷好。你就是林三啊，长得很帅嘛，大小姐眼光不错哦。嬷嬷，三哥，你快醒醒！干嘛呀？三哥，大小姐晚上打算通宵干活啊，她白天没休息，明天一大早还要视察铺子，不睡觉怎么行？你快去劝劝她吧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大小姐，是你啊？怎么了？还不睡觉吗？还问我？黑眼圈这么重，你怎么不睡啊？还有账本要看呢，况且今年萧家发达了，香水香皂利润那么大，年会上肯定会被针对。尤其是金陵会长陶东城，他也来了。不过我不怕他，就算他用职权压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步的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先别想了，好好睡一觉吧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？这么多人盯着我们，还有做不完的事，想睡也睡不着。那你至少喝杯热牛奶，稍微放松一下吧。我喝完你就回去哦。哎，喝嘛喝嘛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工作。嘿嘿，我还要放个一点点，就能当安眠药用了呢。好好休息吧，大小姐。哎，在白莲教的时候也是，是不是只有本大爷在，你才能好好睡？这么看，还挺可爱的。溜了溜了。啊！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没人叫我起床？怎么样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好久没睡得这么香了。那就好，张嬷嬷他们已经去视察铺子了，咱们就安心去西湖一日游吧。走喽，出发吧，目的地西湖。哇，好久没来西湖玩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美啊？是啊。这丫头估计还想着工作吧。哎，大小姐，这里为什么叫苏堤呀？跟我解释解释呗。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啊。苏堤这个名字是纪念一个来这儿担任知州的诗人。
哇，学识渊博，真不愧是大小姐。少来，你只是想哄我开心而已吧？才没有嘞。不过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来都来了，咱们就去湖边散散心吧。不不不，哪有什么好玩的？哎，走，咱们去苏堤外的集市玩。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哎，那我们呢？你们在的，那就拿上这些钱给我滚！啊，好嘞！哇，好厉害呀，太酷了！走走走，去那边。哎，等等我。哎呀！真好玩。长大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像这样出来玩过了。以后我会常陪大小姐来玩的。糖葫芦，又香又甜的糖葫芦。嗯，要吃吗？这种小孩的零食，我才不要。你就别扭扭捏捏的了。今天有我在，你就是小孩，我宠着你。啊，老板，给我两串糖葫芦。哎，好嘞，5文钱两串。太贵了，10文钱三串行不行啊？大小姐，糖葫芦来喽，别噎着。才不会呢。啊，好甜啊，好好吃啊。你喜欢，那我这串也给你吧。那是你吃过的吧？讨厌。嘿嘿，别见外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刚才砍价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是挺帅的，不过5文钱两串砍成10文钱三串，这也能算砍价吗？哎，那个奸商居然都不提醒我。买糖葫芦的，你给我回来。这家伙跑得还挺快。算了吧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哎，那边还没逛呢。大小姐你慢点。大小姐，今天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，我还要逛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，10文一次，套中礼品全拿走。哎呦，隔那么远，却还那么小，根本套不中啊。很简单嘛。啊，亏大发啦。啊，林三你真厉害。嘿嘿，又来一条。全猜出来了，快把奖品交出来。哎，救命啊，大姐啦。臭小子，亏大发了，你有命也来了。那里好多人呢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借过借过。有人在画画，这画太神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得了啊。这幅西湖烟雨图笔法精湛，飘然淡定，必然出自名家之手。这画价值连城，可那老人家居然说只要有人能对上这个对子，就把画送给他。但这对子真的有解吗？我连读都读不懂。大小姐你想要吗？